Hello，今天我要第二次去迪士尼。我现在已经化好了妆，感觉这个拍不出来我精致的妆容。他们摔倒在地，这个人趴在地上，啊，这整个都两个人都受伤，然后这边好像破皮了，然后这边也紫了，哇塞，这个还有面包公主就下去摔，面扁包公主，扁面包公主，耶，我们现在终于进来喽，那边是检票口。这里是那个大门口，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入园了。我们第一站先来到了这个什么宝藏，这叫什么宝藏？是加勒比海盗，这是遗失的宝藏。哦，遗失的宝藏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排队。因为这个现在人比较少，对，是那个船剧最后不是有一个这样上升下滑的吗？然后那个时候就拍照的时候嘛，我们就耶是吧？对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定制一个挑战，也就是这个加勒比海盗这遗失宝藏，这个就是很像水上摩托车嘛，然后最后有一个很刺激的上去下来，对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拍照的时候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是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要在那个时候摆耶，对，我们要耶。照片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，就大概等。对，但是还没有出来，要看到我们的毕业。最终因为那个照片，它就是很久都不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放弃了。对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那个音频作证，我们真的毕了业。对，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。中餐最便宜，看萌萌要了一份，看我的唐老鸭，唐老鸭，好的，萌萌终于如愿的想要到唐老鸭，唐老鸭了，还有这个杯子，我们要开始吃饭了，来到了小熊维尼的地盘，我有没有？小熊维尼哦，小熊维尼。宝贝，宝贝，开门开门，是吗？
哦，好喜欢啊！哇，这地方打光好漂亮。对啊，来拍一张截图，一二三，耶！好了，回去截图。早上拍了。对。好了，应该也还对不起，我的皇冠已经戴上了。面包公主的皇冠。面包公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直接全湿。什么鬼？全掌，全掌。选了一个印上我脸的杯子，对，小熊维尼的杯子，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披风，然后我的购物就结束了。现在我们两个现在心态有点落魄。对，因为本来今天领的那个、就是、不要说了。80几的代金券，但是发现只有在人类才能用，员外不能用。看我的已经，他已经不行了。我现在已经回到中心了，然后怎么说呢？今天我觉得，今天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今天玩了好多，就是我上一次去迪士尼没有玩的东西。比如说什么雷鸣，什么雷鸣山漂流，好像是叫，然后那个是我就是一直就是都很想玩，就是不管是在迪士尼还是在什么其他的游乐园里面，就是我都一直很想玩的一个项目，然后我今天终于玩了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感觉像圆梦了一样。然后还玩了那个，哦，我觉得那个飞跃地平线真的特别好玩，真的就感觉很棒，就视觉效果很棒。对，你们可以，你就是可以看我的刘海就能看到，就是我今天出去和回来的变化。然后我现在就要卸妆，然后洗澡睡觉了。